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2.4 到 2.6 卡池曝光，十人十星欧博即将登场。崩坏星穹铁道 2.4 减 2.7 卡池强度提升，杀金删除补偿来了，流萤花架皮肤流出，崩坏星穹铁道唯有自制流萤结局虐哭了。双倍仪器开启，又是零提升的一天。大家都知道崩铁未来将会有皮肤系统上线，而也有玩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为流萤设计了一款皮肤，如图可以看到，设计方向主要是花架方向，毕竟流萤的人设摆在那里，玩家为他设计这么一款皮肤倒也是理解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款皮肤设计的真的非常不错，不过小编挺好奇这个花架皮肤的机甲该怎么表现。小编觉得可以设计成一个西装版的萨姆，大家怎么觉得呢？随后就是在剧情中即将登场的欧博，这位角色大家可能感觉有点陌生。欧博是在剧情中十人十星中的一员，之前一直是在剧情中出现的，近期有舅舅爆料了欧博的建模消息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在即将到来的 2.5 版本卡池中，有舅舅爆料了角色的登场顺序。根据最新消息，原计划在 2.5 版本登场的飞霄角色似乎已经被推迟，取而代之的是全新五星角色灵莎。灵莎是火风饶击破奶，将成为流萤的售后。对于后续的 2.6 和 2.7 版本卡池，在 2.6 版本中，八重鹰这一角色将与玩家们见面，它有召唤物，属性是雷旋烈。而在 2.7 版本中， SP 庭云也将强势登场，尽管其命途属性仍是个谜，但无疑已经引发了玩家们的广泛关注。对于这些即将登场的新角色，玩家们自然充满了期待。然而在版本跨度较大的情况下，这些消息的真实性仍有待验证，因此建议玩家们保持理性态度，关注官方公告，以获取最准确的信息。新一期的测试服数据已经出炉了，也就是 2.4 的原理交秋新三月期的一些改动。可以说虽然目前没有走出测试服，但看到喜欢的角色被加强，心中自然是非常开心的。云里的弹射伤害、削刃所有提升，还有新三月七也有所提升，追加了削刃攻击，都说新三月七是给后续的飞霄准备的，但目前看起来给流萤也不是不能。在新副本差分宇宙中的一些 BOSS 被调整优化了，也就是杀金被移除了，不少玩家表示遇到 BOSS 杀金时候确实有点不对劲，一度怀疑难度是否被更改过了。通过公告中能看到，已经对本次 BOSS 进行补偿的12万的信用点，还得是杀金，直接给各位开拓者发钱了，要是星穹就更好了。然后就是后续卡池中的复刻安排，论坛上不少玩家说后续几位人权卡要复刻了，也就是 2.4 的霍霍， 2.5 大概率是花火，然后黄泉也在后续版中复刻，近期 DOT 队的强力成员黑天鹅也要复刻了，具体安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。然后就是大佬的流萤二窗皮肤太火爆了，一身花架裙，不少玩家看后都表示越看越喜欢。但回到现实，就是三月七的皮肤还没有影子，其余角色皮肤剧更不用说了，一切靠大佬二创，早就期盼着皮肤系统早日到来，但一直没准确消息。别说皮肤了，大丽花这些人气角色也比较关心什么时候能进卡池，看样子 3.0 起步了。后续卡池整体强度肯定是不错的，就是星穹越来越难囤了，每一次看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就忍不住抽取。 2.3 版本剧情体验完毕后，折纸小鸟、对对碰以及差分宇宙成为玩家新的聚集地。为了能够让玩家有更好的游戏体验，差分宇宙的难度降低，并且官方也明确了阈值协议，让玩家更好的了解到 BOSS 的属性问题。折纸小鸟、对对碰也有勾心斗角，不知各位在折纸小鸟、对对碰中拿到过几次冠军。不得不说开拓者们真的太会玩了，由于道具可以延续到下一轮，很多玩家卡着最后一关发，这就导致原本分数看起来平平无奇，结果只需要一步就可以直接秒杀对面，真的太会玩了。位面分裂双倍仪器、模拟宇宙双倍仪器已开启，刷哪一个就不用多说了吧，主要以自己目前培养的角色为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双倍活动有时间和次数的限制，如果玩家并不是很着急的话，推荐等到下周一再去刷，顺便还能混个积分。一般来说都是零提升，当然也会有欧皇，祝各位能刷到自己想要的词条。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 UP 主 SLS3696 自制的流萤第三次死亡视频。不得不说
这设计真的绝了，特别是再加上崩坏3的经典音乐，这才是刘莹的第三次死亡。不过剧情好像有点熟悉，各位玩过崩坏3的玩家可以去看一下，虽然前面有刀子感觉挺疼的，但后面破梦救刘莹真